在身旁，一起度过快乐时光。啦啦嘿，金宝在响，啦啦嘿，炫酷变装，啦啦嘿，飞船闪亮，我们是宇宙护卫。越过高山，越过海洋，美好故事与你一起分享。迎着阳光，会长善良，梦想将起航。闪亮，我们是宇宙护卫，宇宙护卫队之钢甲霸王龙。大耳狐和前地头冠大赛又拉开了帷幕，谁能成为这次比赛的冠军，赢得至尊奖杯？各就各位，预备。我耳朵太大，挡到你们了。别走神，快决出胜负了啊！这里被晴天霹雳占领了，都给我走开！是霹雳！前地头冠会放出一层纳米分子包裹全身，可以帮助你潜入地下，还能感知方位和地面情况。大宇宙护卫队！模拟海浪颠簸的船上环境训练，可以帮助你们保持稳定。这没什么，主要是注意障碍物来了。训练结束。福茂，你怎么能站得那么稳？有什么秘诀吗？因为我经常坐船，熟悉了船上的颠簸。我刚才就想象这个吊床就像船一样，一下子就从陌生变成了熟悉。是大虎悠悠，你怎么陷进地里了？不会，对，地里钻到了地下，把大家都撞在地里了。别着急，我们马上就到。显示任务坐标，目的地草原运动场。宇宙护卫队出发，风暴力量，闪电天风，彩虹能量，百变流星，you
快帮帮我们！帮帮我们！彩虹闪电，你们去疏散群众，我和流星去救埋在地里的动物们。收到。救救我！大家快走！这边。来，谢谢。风暴，谢谢你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云龙，别急，我这就来帮你。别过来，这是霹雳的陷阱。宇宙护卫队，没想到吧？没用的。到底在哪儿？这里太危险了，你快离开吧！别担心，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。风暴力量，我这就救你出来。风暴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我带你离开这儿。风暴，你这样硬碰硬会很累的，绕开霹雳的攻击走会省很多力气。悠悠，你把耳朵贴在地上是干什么？大耳狐的耳朵具有强大的收音能力，能听到地下深处的细微声音。霹雳就在那下面，我们绕过去就好。悠悠，你真厉害，就拜托你判定霹雳的位置，我带你冲出去。没问题。霹雳在正前面，有东西要冒出来。霹雳冲过来了。别想逃走。给我站住。后面。原来霹雳穿不了石头，悠悠，我们往那边走。右边，躲避障碍物可是我的特长。霹雳要来了，速度很快。好。来了。竟敢用假飞砸我！晴天霹雳，召唤霸王龙号！天霹雳，前地头冠！是时候展现前地头冠真正的实力了，把这片运动场搅得天翻地覆吧！我先躲进来。这下你们用不了石头了。风暴，大家都已经疏散完了。小一点，快保护悠悠。现在不用贴着地面，我也能听到地下霹雳的声音了。霹雳过来了。这次要把你们一网打尽。
霹雳穿不了石头，我想到一个好办法。彩虹、闪电、流星，你们去找一块大石头来，我和小雨点牵制住霹雳。就你们能行吗？没问题，我把这里想象成船上一样，一下子就从陌生环境变得熟悉了。快去吧。好的，我们很快就回来。那边小心。不用担心，这样摇晃的环境可是我最熟悉的。地里在前面的地里，看我的土山墙。你跑不了了。那可未必。给我站住。我们回来了。太好了，小雨点，告诉我霹雳的位置。在你身后。风暴力量，给我出来吧！我怎么跑到天上来了？不过没关系，看我的高空跳水！就是现在！彩虹能量解除！霹雳，我们走！我饶不了你们！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。今天要看什么电影呢？我把休息室打扫了一下，让我们一起把陌生的环境变成熟悉的环境吧。这样以后大家就再也不怕晃来晃去的地方了。这明明是最熟悉的环境，还是饶了我们吧。想在天空前进不后退，一路向前冲，闪电风暴彩虹，宇宙护卫队呼叫宇宙护卫队，危机时刻为你出现，宇宙护卫队呼叫宇宙护卫队，勇敢出发，全速